ground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Trevor 的新房子啊。这个 Trevor 的新房子呢，是用这个木头来改装的。你看到，全部都是木头的哦。这个猫头鹰有看到吗？这个猫头鹰是双峰镇的那个猫头鹰，不过不知道也没差啦。它是一个美国的影集，哇！所以门口我有放一个枪把子。OK， 然后这边是我的车库，车库我稍微美化了一下，用那个木板，然后上面有一些蜘蛛网。没有清掉，有点恶心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这次有比较好一点了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后面啊。这个后面呢，可以通到上面，然后前面呢有机库，然后有车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仓库有什么好了。先从第一间开始。第一间的话呢，有这个洗衣机。这次 Trevor 开始爱干净了。然后有一些熨斗啊，可以清理他的新衣服。然后这边呢是他的工具的机台，有一些算是除草机吧，割草机。然后制作一些弹药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些化学药剂啊，还有一些马达什么的。OK，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好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有什么。我想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可以上去吗？看起来不行啊。哎呦，有只狗狗哎，好可爱的狗狗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间房间哦。我们左边有那个加油厂，还有一些机油可以用。然后这边是我的枪械的地方，所有武器都要放在这上面。没有，超帅的。然后还有飞弹，爆裂物，机枪塔，还有那个防弹背心。我觉得这个模组其实不错，就是之后如果做僵尸模组可以用到它的另外一个基地吧，我想。那这边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判断分子。这台是死亡公爵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开这台车出去晃晃，去看一下。哇，非常有 power 啊。OK， 我后面那台堆高机是我用来改装用的，帮了我很大的忙啊。OK， 我们上来看一下，这是停机坪。然后有个小卫星可以让我看第四台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小型加油站啊，还有消防栓。OK， 这边可以跳下去。那这个小罗不知道干嘛，他在倒什么？他在酿酒吗？对，他在酿酒。哇，你大功告成啊！他刚撞了一下，他可能蹲太久晕倒了吧 ？OK， 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这个门是可以进去的吗？我觉得应该不行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拖车，看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啊？有没 有比较干净的吧？这里我清掉不少垃圾啊！来来来，喝一瓶啤酒休息一下。那么热的天气，当然喝一下酒。哦，好爽啊！丢了丢了。好，这边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啊，这个地板呢还是有小墙啊，不过至少垃圾有清理掉一些了，然
后桌上有稍微打扫一下，还蛮干净的。来，小强可以踩吗？小强爬来爬去还是有点可怕，还会自己重生呢。至少没有垃圾了。看一下我的房间啊，电视机没有修好，没办法。那床至少有整理过啊，虽然是一样乱。那海报的部分呢，有稍微改，换了一个新的海报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外面还有一个小沙发跟桌子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，我楼上有改装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应该从这吧，啊，这边有杂草啊，等一下再把它剪掉。OK， 这二楼呢改装的就不太一样，门口两个小沙发、小躺椅啊。然后这是我的厕所，比较现代一点的。超赞的小木屋啊，到处都是分多金。OK， 这是我的客厅，然后吧台、厨房，全部都是用原木做的，跟新的一样，有没有？超大液晶电视，还有炉具。冬天的话呢，就不怕冷了，就是电视的天线啊。OK， 这是我办公的地方，保险箱还有很多钱。上一次太平洋的任务呢，都是这个钱呢都摆放在这边，然后有电脑。可以害进警察的电脑里面，还有小型伺服器，那个犯案地图，还有床。可这个树好像长出来了，就这我没办法处理了。然后我到时候再把这些树枝，你看我的床都被树枝贯穿了，那怎么躺啊？还好我不常回来，就所以不常回来，所以床上很多这种奇怪的杂草。OK， 那我房间也有一个电视机，这个衣橱是可以开吗？不行 ，OK， 装饰用的。OK， 这个房间呢，大概介绍到这边了。是不是很赞？这个地方当作生存者基地好像还不错哦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啊。首先呢，我先把这个看一下可以拿什么东西起来。先看这附近的装饰。哇哦，它里面是用这叫什么？遮阳棚哦。这样子有挡雨效果吗？我很好奇。它这个应该是门吧，车库门。然后上面中间那层是挡雨棚，它把它反过来了。它叠了很多层啊，那是因为可以挡雨吗？还是遮阳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实际看一下，哈哈。把天气调到下雨好了，有吗？有遮雨的感觉吗？好像没有啊。可恶啊！看一下啊，走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好了。其实有跟没有是没有差的，地上都是水，雨还是会掉进来。你看，我的电脑桌，我的那个电视架。全部都是滴到水了。
到处都是水啊。对，它不防水。这个模组仅供参考。哇，我新买的桌子全部泡汤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它也可以怎么做、我先把这个板子拿走，可不可以放上去？OK， 它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放回去。这是灯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这个木头是可以把它拿起来，而很多根叠在一起的。这个怎么做？哦，它是那个圆筒啊，是吧？木桶，它是好多个叠在一起的，然后中间那个应该是用不同颜色做的。酷。哇哦。拆了，你看全部叠在一起，远看是还不错啦，近看就可以看到它是很多叠在一起的。木头，很多根木头，把门也拆了，地板好像是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好像是那个什么东西，我想不起来。OK， 它是一根一根的巧克力条。啊，车库门，哦，这是算是天花板吧？哇，叠在上面啊，这样也不错啊，多用途啊，这个门，这一整片的，进去看一下 ，OK， 它其实中间有隔板啊。看不太出来，还是白色是什么、石头是什么石头啊？不晓得是哪个材质做的。我觉得这也可以拔起来。OK， 整个柜子大。把它拔起来了，然后我把这个雨先关掉，这雨一直下。等一下我换下雪好了，下雪嘞，这雪直接飘进来了。对耶，这雪直接飘进来。不过我觉得有屋顶有好有坏啦。至少它不是完全飘进来，我是刚才是把的屋顶拆掉，所以它飘进来了，这样子又还好。OK， 这是我们的房子介绍完毕，稍微把它恶搞了一下。下雪的时候，真是雾茫茫的一片啊！好，我们去开死亡公爵好了，带大家兜一兜，兜风一下。不是这里啊！这边跳下去好了。前面那个栅栏是可以踢开的吧？哦，是哦，它不会自动打开。我要坐在车上面这样看，完全看不太到路哎，那路都完全遮住我的视线啊。可是周围是会有区域可以看到的。让直接开会怎样？直接冲到水里面去了。OK， 我们这集到这边了。